大家说个，今天这个天气不错，终于放晴了，我们去地里种点土豆啊。种土豆嘞，种土豆，种洋芋。现在看终于到城里了，我们去找个地方吃个饭啊！好多人等着呀，今天吃饭的人太多了，都在等着。取个号是多少？111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就进去了，给你吧。终于等到了。好了，你开始点单吧。来排了将近50分钟啊。嗯。在我们这里吃的排队也是比较难得的。今天特殊嘛。我们要吃什么呀？你看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等着呢。我们已经算很幸运了。来个柠檬水喝一下。哎呀，等的口渴。人家都穿短袖的，你把羽绒服脱掉好了。哪有穿短袖的？服务员那个不是穿短袖的吗？嗯，穿短袖。你不热吗？不热。嘿，还好。那就穿着吧。太给了啊！呀，哎，我饿了。等一会儿已经点餐了啊，再等等。你喝点柠檬水，撑撑肚子。这能撑肚子的？可以的，饿了先喝水。五十二的200。这么年份你少吃。谢谢。哎，还是热饮料喝的舒服。你点的奶茶。来个。这很嘎嘣脆的茶啊！这沙拉你可以吃啊。嗯，等下吃。哎呀！哦。这个铁盘子边小心烫啊！好的，谢谢啊。
哇塞，好大的土豆，好大的薯条。嗯，好吃。吃吗？好吃。你慢点。嗯。来点。浇了啊，沙拉酱。慢慢吃。嗯。是不是饿了？今天忙着。嗯。哎呀，吃好了，然后给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岳母带一点披萨，现在回去了。